师父，你已是 A 股入魔至尊，为何还得辛勤练功啊？投资如练功，需坚守纪律。除了 A 股入魔元大拳法，元大定时定额也有三宝典。虾米购物？别怀疑，宝典一00739元大中国拳法，宝典二00050爱台湾拳法，宝典三闲钱想投资的元大薪资理财法。以属性不同，选择最佳的投资策略。哇，我得快学会！定时定额投资宝典在手，让您成为投资最佳高手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